这天气刚下完雨啊，种点菜刚刚好。今天我们吃个减肥餐，纯绿色无污染的，全部是自己种的，这些全部都可以生吃的。看一下这个萝卜很有特色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酱料。这个萝卜很甜的，里边紫心萝卜。还有这个水萝卜，这是专用来生吃的。我们今天吃这些菜本来就是用来生吃的，这个是苦苣啊，这个做熟就不好吃了。